嘿哈喽大家好，我是大安丁苦力帕。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一个 RPG 地图，佩拉传说，垃圾传说，垃圾传说，垃圾传说。好，过目不忘。OK， 这是一款 RPG 地图，我对 RPG 特别有吸引感，一看到 RPG 我就看到这张地图了。OK， 其实我刚刚有玩了一下，所以大约性能那些我都有调，所以可以不用看。要的话可以自己载地图看一下。OK， 勇者你来了。我是一位传说，在这里等你好久、哦。你所谓的勇者出现，体现起来的难度呈现立马，你可以开始冒险了。OK， 简单 ，easy， 一般 ，noble， 难度 hard。OK， 因为最近有一些事啊，所以比较少拍实况，因为毕竟快要考试了，所以可能会以后录实况可能会少一点。考试时间大概下个礼拜吧。OK， 那我就因为他有说过啊，简单是一到两个人，一般是三到四个人，难度困难是五到六个人。我玩游戏虽然是很喜欢调困难的东西，但是这一次呢，我会选择 Noble， 因为我怕真的会很困难。梦境故事剧情，所以我就选这个吧。到底是什么？我成为拯救世界的地方，我不知道怎么走，我可以安稳的等待那些勇者带给我们和平的生活。但是那个传说告诉我是天选勇士，然而我见机起成为举世无双的勇者。虽然这本，不过我只是个15岁的青少女，连自己身世搞不清楚，哪有能力玩青少女？抱歉，我是男的。走，我什么都不记得，我记得我叫垃圾吧，很好，很讨喜的名字，差点忘记。我几个位置，我究竟又成为流浪剑士？算了，说那么多也没有用，赶快从这个梦境中爬出去吧！爬，请勿用作弊的模组，叽里呱啦、哦，这些都是多人。如果真的不小心，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你可以开创造，但是记得调回来。OK， 玩家一，有妙斯、游侠、斗士、圣骑士，现在这是现在的职业，以后或许会有什么狂战士之类的，不知道，看作者要出什么，看作者取什么就是什么。我刚刚试玩圣骑士，圣骑士呢是那个那一种，我也不知道哪一种，他的武器很烂，我发现他武器就像平均型的那一种。就是很硬啊，就装备会比其他职业硬一点，所以单人的话还是不要玩这种好了。那我看了一下最强装备，最强的是这个妙斯，然后要比攻击的话，当然就是斗士啊，都说无效你还踩，那但是斗士是会减生命值嘛。我现在生命值是三排，我新手武器大概我就会剩下一排加五格，两排加五格，然后加剩下武器，所以我也不想要这个。这一次就选下密钥匙吧，打开，然后密钥匙有密钥之眼、箱子、兔子脚，这其他玩家的就直接开始。开始我的旅程，新手任务可以向新手指导员换任务道具，冲啊 ！Open， 这铁门关着啊！对，我昨天把它拉下来。那在隐秘的地方，自己房间，隐秘，你自己在哪里呢？哎呦，我们要睡觉。貌似听到铁门开的声音，然后这门真的打开了。自由了 ，OK， 他要我到那个新手指哦，这应该叫新手指导员吧？医院，然后去医院，因为我前面都玩过，所以我就先跳过吧。他就叫我去医院而已，然后他会给你一个钱币，好，这边可以升，然后你这个硬币绝对不能存，存了没意义。
好，即将你要在这边换设施，然后测试结束，然后就可以回去了。然后这个水是用来加生命值的，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作者不把它水放平一点，可能比较特色吧。然后换成第二页，换成结束，直接到车站。他会告诉你要去蛇纹镇啊，对，我不会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叫做车镇村。我绝对不会告诉你这里叫车镇村。OK， 市长招待，然后再去要这样一宿，然后之后呢，我要先去那个换装备。到二楼这里，到二楼呢，我是密钥匙嘛，所以我叫密钥匙装备。哦，对了，它有专用材质包。哦，密钥匙没有头头，打开。然后呢，硬币可以先换基本武器，这一把。然后要怎么换呢？它上面有说一个可以换成20个，这里 OK。然后我不建议直接用那个来换，因为有一个地方才可以换兔子脚，这里这样就2个硬币。然后之后呢，你就要到奇幻森林里面，然后等待，旁边会有掉落的仙人掌，你可以把它拿起来。然后可以到这边进行血换，所以呢，我会等到那个时候呢，再来进行换武器的行动。因为怪物照理来说，用那个基本武器完全打不赢。OK， 那我们先存一下钱，然后到蛇吻镇，然后这边是要放矿车，然后拉起来 ，Go， 冲啊！哎，到了，之后就要到左转，打开，然后村民会有特殊的头颅。市长请求是到秘书森林拿到那个8个蜘蛛眼，然后奇幻森林呢在这个方向，就是这里，这里会掉落仙人掌，并不是我自己采的，所以你可以在这边单人模式，你可以在这边选择挂机，等待掉落仙人掌。但现在是晚上，生活怪物会比较频繁一点，所以我当然不会在这边挂机啦。如果你要获得在哪里？如果你要获得二阶武器的话，也不算二阶啊，第三阶吧。所以我必须还要一颗硬币，所以我必须还要20个拉币。然后如果将摆的话，就等于还要15个拉币。所以，一个仙人掌可以换4个，11、12、8，我已经有8个了。然后，请观众的容许我在这边等一下吧。来聊聊我最近好了。我最近呢，就是因为要考试了，我讲过。就是PO片时间可能会比较没有那么多，我还是会录啦，我不可能不录啊，就会比较少一点，因为其实我双十节那一天我还要上课，真是悲惨。OK， 差不多就5:15、20分、5:40走吧。然后就要回去，都必须再耗一个矿车。呼啊，突啊 ，Go！ 哎呦，好痛！走了，哎，我好像不够哎。我好像算错哎，我没算错。来试一下好了，啊，太好了，算错了，非常的棒，很好，我算错了，天哪，干嘛这样对我？所以我必须还要再花钱跟他换矿车，
没错，还要花四个跟他换矿车，然后还要返回，所以我必须再花一个。拉！那我们到了蛇吻镇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字念不念吻啊。我会的不多，我会的甚至不多。那就是我就给大家看一下前面是什么好了。前面就是一些比较硬的怪物，然后从这边走。第一硬的怪物错误，它名字叫做错误。啊，可能作者的名字没有调到。啊，移动速度非常的慢，但血量非常的硬。至于那个呢，血量非常的硬，有装甲，速度移动速度快，攻击力高。这里的蜘蛛还没打过，因为我打不死。所以我算一下，我还要多少个？我还要23个，23个要几个仙掌？我还有6个，好多。算了，我按暂停挂机啊。好了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多拿了一颗。OK， 那之后就回去吧。那我们回去，那我们回去一下车镇村，去那边好好车镇一番。车镇商店，到这边来换钱钱，给你。然后跟他换。然后来换一下第三阶装备，这里走，就中阶法杖，OK。当然，除了主线任务之外，当然也有支线任务啦。支线任务这边就有一个，只是3W 拉比哦，那我拿走了好吗？没有，一个药水，他不给我拿。你只要靠近有支线任务的村民，他就给你输。这个呢是要到去买19个种子给他，只是我一直不知道商店的在哪里。要会考，认真念书，那就把你脚下的箱子给我。哦，拿到了，两个武器碎片，一个兔子脚。哦，对，其实在这村庄好像也蛮多隐藏物品的，像这种地方，有可能会有隐藏物品。当然，隐藏物品也会藏在不怎么需要找的地方，像这里。空屋翻手1000硬币。OK， 那我现在终于可以去打蜘蛛眼了吧？老汉也是再一次有点丢失了，再看一手不见，希望你可以把这件找回，好啊。应该在水里咯。有水的地方吗？有吗？鱼吗？我来找一下有没有水的地方。水。水。
像没有，好像没有。哎呦，哎，有水。好啦，七八哈就说这里好像找到老奶奶的东西，这里吗？找到了。巴哈讲的不是我讲的，巴哈有人游连，这我也是逼不得已，我也是逼不得已拿的，真的相信我吧。走喽，这项链我可以戴吗？好吧，它不是头盔改的。跳，然后把这个还有这个给他，十二，我那么辛苦做十二，哎呀，然后跟我们这边看一下那个塔了。至于什么农场啊，那些都要集，这里要塔、欸，训练高，粘土。因为太废了，被系统逐出训练塔，并给予无敌状态。哦，所以它是怪物喽。OK， 若您有黑色宝珠却无法召唤 BOSS， 请返回。若想防他，必须召唤并击杀该城 BOSS， 否则按钮无效。注意，训练高能请加金砖上。哦，所以是这样喽。可是我没有什么猪猪要怎么走啊，我要怎么召唤？会牺牲点魔物，召唤师。哦，所以这是休息区。哎呦，吓死人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卡角落。哎呦！哎，说我躲，哎呦，两只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哎呦，好可怕，哎呦，好多只，哎呦，还有，走开，你走开，你给我走，呼，大棒一挥，大棒一挥，再挥，再挥。再挥，挥挥，走，走你，走你，走你，谁要过来的、啊？我走，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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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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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问题。你们 OK， 你们 OK， 来，我走，我走不了，这里太多只了。救我！救命！啊，不要戏啊！哎，你们要打到什么时候啦？我要死了，一直打。停！拜托你停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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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啊，被干掉了！啊，我生命只走变那么一点点，啊，死掉就没了。那么今天的实况就在这边结束好了，那么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会咯，拜拜。